看看来游戏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嗯，马上开始喽。两个都是我的最爱。狗狗。都喜欢。个人的话是大杯，还有中分。玫瑰吧。这个有点长远，所以就忘记了。后来。会给自己不断的解锁各种各样的身份，其实自己以后也尝试想说去当导演啊，自己去创作啊，然后自己去包括像剪辑啊、演戏啊、综艺啊等等吧。嗯，果断性，我觉得坚持吧。嗯，这个谨言慎行，很少，比较少。最近一次去发自己的歌，就是买衣服吧，应该上衣之类的，就想问他们最喜欢哪一首歌。第一秒的心情是，其实还没有发我就一直很紧张，然后发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自己很感动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历史很长的一个作品，然后也是我自己的原创嘛，就是像有一种孩子诞生的那种感觉。谢谢，今天看到的谢谢。